八月集团。八月可以。哎，我看了你的那个 vlog，你怎么跟这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？咱能不能就是打起精神来？我也看了你的团综，你怎么状态也不一样啊？我把你团综都补了呢。哦，真的，徐敏浩。什么我？怎么我？沈月答对。哎呀，我聪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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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缺点五个字，我说太爱吃米饭。那是缺点吗？你看他说那是缺点吗？那是缺点，那是缺点。啊，是缺点。小，那就是缺点，那不是缺点，是缺点。哎呀，别把月月又弄哭了，今天没障眼睫毛吧？有兴趣吗？有兴趣。以后教你。可以。你并不行。然后这是我的 logo， 小八无限啊，无限可能的小八。意在如风，大家都好的都是第一次见哈，第一次，都是明浩是第一次，对，我都是每一位都是第一次。这是沈月是吧？明浩，我是徐明浩，叫我小八也可以。小八，小八，因为我的艺名是 T H E 八 D D eight。小八，对，叫我小八也可以。好好好，小八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车也叫小八？为什么？就是小八。我们这种车是小八，是小八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来，我叫沈月，大家可以叫我沈月。我们每次交上去卷子，老师都让沈月。帮我加个外套，冷汗了是吧？真的。所以小名是月月，我没有小名，大家也会叫月月，想叫什么就都可以。嗯，可以。比划嘛，我可以啊。沈月猜。行，我俩了，来吧，加油，就是加油。拥抱，泰坦尼克号。哇，漂亮。下一个。指鹿为马。哇哇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好聪明。掌上明珠。漂亮。哇，这个掌上珍珠。猴子捞月，猴王出世，猴尖嘴猴腮。哇，草裙舞。不要不要，收字的啊！哎呀哎呀，哇哇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五个了是吧？哎呦，聪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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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可以可以。啊，我可爱玩这游戏了。你们只用了1分29秒，厉害了！我来比划，我猜的不太好。谁来猜？对对对，你来猜看。怎么到我这么难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八个字。虎，山中无老虎。不是，眼全套，进去拿。先演第三个。平阳，除了平阳灭尘器。不是。就这个，狐假虎威。My song， My song， 你们说英语就。虎毒不食子。哎，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了。八个字，八个字。八个字的虎毒不食子。来，我来。第一个字。不。Here is my house. This is my wife. This is my song. 第二个字。门。然后来个人。进什么？进。三过家门而不入。I'm Tiger. Oh, my son. 家这是别来了，就这样吧。你看一眼，气死你。不如。气不气？气死了。就是没想到，你没想到那个。对，就是没想到。不是虎穴 ，This is my son. 来抽题了。来选。五秒问答，三题答对两题即可获胜，请听题。别人不知道的一个你的秘密，五个字。你睡觉做梦梦，做梦梦，我每天都做梦睡觉，真的没有一天不做的，每天都做。梦梦算？梦梦算？每天做梦梦？对。梦梦不算。干嘛不算？梦梦就是梦，没有梦吗？可爱一点吧，可爱一点。梦中梦嘛。
叠词不算，挑战失败。请听题：徐明浩的一个缺点，五个字。缺根，这五个字啊？太爱吃米饭。这是缺点吗？太爱吃米饭，吃多了会噎着，会那个不好。那我们问一下明浩，这算不算缺点好吗？学啊，他说了你的一个缺点，你认可吗？缺点五个字，我说太爱吃米饭，那是缺点吗？你看他说那是缺点吗？那是缺点，那是缺点，啊，那是缺点，挑战，那就是缺点，那不是缺点，是缺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缺点？为什么是缺点？那么换一个啊，五个字的缺点，爱吃米饭得刷碗呢，你不爱刷碗。你说吃米饭是啥缺点？很会说叠词。什么？很会说叠词。睡觉做梦梦。沈月月。好，挑战失败。啊！你挑战失败败。怎么玩？玩的怎么样？徐明浩的五个字的缺点，你们快说一个。五个字的缺点。哦。太眼睛太过于帅了。眼镜戴的低。好，大家这种默默的待着，你们聊会儿呗。要重新破冰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老要破冰，我就。哎，我看了你那个 vlog， 你怎么跟这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？咱能不能就是打起精神来？我也看了你的团综，你怎么状态也不一样啊？我把你团综都补了呢，那我这一次我就自在如风啊，风筝吗？你看我，我会画一个桃花，爱情顺利。怎么样？你剪了？这是我们团的 logo， 然后这是我的 logo。小八，无限啊，无限可能的小八。自在如风，拿好各自的心愿。哎，起风嘞，起风了，朋友们，哇，起风了！那我们的愿望岂不是可以实现呢？一定会大卖，这风都助我们，这个叫好彩头，好彩头，好彩头，把线撑直。有风了，有风了，起航了啊！我说放手就放手哈、啊。有。来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了。哇，拜拜。哇。想象了、啊、太漂亮了，我天哪，我的愿望要让全世界都看见，愿望成真，梦想成真。切，对我的第一印象是，第一印象就是你上车的时候觉得哦脸好小，然后就是一个很看起来很高冷的人。嗯，我对你的第一印象，嗯，就是看着很小，嗯，然后挺可爱的啊，嗯，挺开朗活泼的一个妹妹、嗯嗯、但没想到跟我同岁，我还比你大呢，我是姐姐。大那几天算啥？你来。不是几天，是几个月。最近新交的好朋友是你和小远。行，因为跟小远气场也很合，之前也是我们睡一起，然后在车上啊什么啊，不是睡一起、啊，就是第一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那里哦一个夜聊同一个帐篷，嗯嗯，就是他就是说很珍惜这次过来的机会嘛，然后也不想让就是看的观众失望，就是他的出发点，对，出发点全都是为了怎么样让这个节目好看，这个也是不容易。背后夸人力量是最大的，再加上他是一个。看节目还要同时一直在研究节目的人，会有一些自己提前的预想怎么做会更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能让人看到他的努力之处，这个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一点。对，包括他那天还在网上问很多网友，就是说来大家写一下观后感，下次会做做功课这种。嗯，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最有快感的瞬间是什么？我从事这份工作其实现在已经8年多了嘛，其实快9年了，我觉得我的这个职业太好了，就是可以一直尝试新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我现在来到这个节目，我做的一切东西都很新鲜，我会觉得精力很充沛，或者就是演唱会了，嗯，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团体是一体，然后能量是一起爆发，然后没有任何想法，就一看，哇，站在这么多人的面前，然后
很努力很好啊，所以你但值得拥有这些啊，就是就那一瞬间那种快感，就是根本就是体验不到感觉。那我下次去你们演唱会坐底下感受感受。嗯，对，真的那种感觉会上瘾。这个问题，哲远玩游戏害怕输吗？输这个字儿离我挺遥远的。你当我们没看节目吗？你想再次输给我吗？我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但你一直在输我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个节目之后就有这种 bug。但刚才你们是第一名，是吧？看来你必须要跟他合作才行。你跟他当对手，你容易输。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搭档了，暂时的搭档，暂时的搭档，八月集团。八月可以。我们是浩远集团。对你来说自由是什么？自由是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自由。耶、yeah! ！快乐是自由啊 ！Nice， 很破冰，很破冰，很破冰，很破冰。你知道那个歌吗？彩虹糖的梦。苹果树开果果了，可甜可甜了。对，就很可爱。我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就比较中毒。小熊吗？大雨这边赢了，彩虹也出来了。手牵手的做呀 ，In my dream， 好逗。苹果树开果果，可甜可甜。看沈月的，看月月的吧。沈月，谁看沈月？看沈月，看沈月，看沈月，看沈月。沈月要揍你了，你没有？来吧，沈月，沈月非常准确。哦哟，厉害！谢谢。就是我其实刚刚彩排的时候哭了，掉小珍珠了，为什么？啊，别看了。哎，你不要激动，我没看清再看一遍，还得太卡了，我们重新放一遍吧。允许你激动，但是你激动的时候声音小一点，我要听那儿。这一两年也没有想要自己也拍了这么多作品了。这么长吗，导演？我也觉得自己现在没过半呢，视频就一直走得比较坎坷嘛。当初签公司的时候也没想到这条路这么难走，但是还好有你们一直背后。怎么突然 get wink 了？怎么突然 get wink 了？眼睫毛粘住了，眼睫毛粘上了，特别自然，还你的歌又夸张一点。我们不该笑的，但是确实有你们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可以了吧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音乐的陪伴。OK OK， 哇，挺棒的，挺棒的，粘的很牢，有一下就是。你这个有点夸张，你眼睛出问题了。那时候难还是现在难？哪个时候难？好难！哎呀，别把月月又弄哭了，今天没专眼睫毛吧？你为我们赢得了机会，月月，感谢，感谢你。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谢谢，那你重新开始来一遍。为什么突然有带颜色的椅子呢？这该不会是要抢凳子吧？我要个橘色吧。游戏没开始我就没抢到，还得我的好兄弟给我让一个椅子，我们一起坐，我们一起坐。哇，好兄弟，我把你丢湖里去，我俩一起坐，一起坐，一起坐。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，大家跟着音乐转圈走动，音乐结束后需抢到指定颜色的椅子坐下，三局两胜，胜利的一队将获得色彩球。好嘞，那我们先起音乐吧。对了，宝哥，你放心走。嘿，哎，怎么？那这边
可以这样走是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要卡进来。这个黑色为什么会有？我们要抢的是。我们要抢的是红色，红色，红色。因为要抢到的一屁股坐在了，我们真的无奈。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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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月，你可以拿着红色凳子休息啦！啊，可以休息，我必须抢到下一个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太阳伞特别搭。你现在在拍写真的感觉。来，来，音乐开始。想和你一起。哎，宝哥，上来就开爆了。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，看左看右。你不能，宝哥，你得在外面。我们俩可以锁定一下这中间。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小心，注意安全，小心，小心。没摔着，注意安全，没摔着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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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。恭喜宝哥，耶！计划成功。他们下次再抢到的话，我们四个去把那个人直接抬起来，好不错。他们使用战略了。来，音乐继续。Do you hear me？ 我在跳舞罢了。那那那，那那那，走啊！紫色，紫色，粉色，紫色，啊，坐坐，快拿！这是个听唱啊，小的觉得你是紫色，紫色，紫色。恭喜徐明浩获得紫色，你定不行。这个不是反应能力，这个是听力能力，是听力、发音、听力的问题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要换人，要换人。陈汉阳，汉阳，萌萌呀，萌萌。这儿，看我，这儿，看我，看我。给我一杯忘情水。陈汉阳，汉阳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他不一定知道这个歌，我觉得吗？啊啊啊！四十个人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长亭外，古道边。啊！换一首吧。下下下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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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我要疯了！真的那么难吗？他不信了。阳阳光总在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这怎么一上来以后调都自己往上拔？对对，一上来调全往上拔，我家变调了。风雨后。
阳光总在风雨后，我也想要晴空。你说能猜着吗？这听不着了。我就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都快猜不出来。我看着歌词，我都在找是哪一句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疯了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去。我愿我乐逍遥，真海洋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飞过重量，飞过重量。张开双手，打开一扇窗。在那儿是一点听不见吗？听不见，就偶尔他们断的时候能听到一点点声音。我视力太差了，根本就看不清你们的嘴型。你那是眼神差，不是实力差。啥也听不清。最后30秒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来，快使用双截棍！快使用双截棍！快使用双截棍！3、2、1，我时间到。双节棍，双节棍，双节棍，时间到了。算，不算了，不算了，管不了。我刚开始还以为第一个是演的，我演，原来真的看不清，不是看不清，是听不清，听不清也看不清，听不清也看不清。out。本轮大家答对2道题。唱得很好，下次别唱了。你们想要重新挑战的话，就要看大家的初心视频。好的，我们允许2个人去猜。我要上来，这把我猜。好，来，那我来吧。来，我来第一个。哇！我叫徐明浩。怎么这么嫩？哇，跳舞怎么那么好看呀？哇哦！这几岁呀？这个初心视频，这个15年吧。这怎么这么小啊？是呀。怎么长的呀？哇，这也太……出道后应该是第一个就是个人的那个，就是类似于自我介绍的一个视频吧，记录自己的生活。我还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视频。还记着吗？不容易。网络上到处都是我的黑料。好像跟唱的大声小声没有关系，你大声也听不到，就是看嘴型而已。张元奇，我你再派个谁？还有没有大嗓门？来，嗨啊，来，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？好，嗨，嗨，我们一起，3、2、1，嗨，嗨。山谷里都在回荡，啊，就你俩是主力了。来看一下你的，来，嗨，走开点，走，嗨，走开，走开，嗨，开，走开，被淘汰了。来，你的，你的，看一下，嗨，还可以，待定喜，待定，待定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这还没录取，看见没有？来，宝哥也想试一试，气沉丹田，来加入我们组合。气沉丹田，猝不及防，不够长，不够长，长线条的，待定，待定，待定，
他是淘汰吧，还给他待定啥呀？我来啊！我待，我待。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比我刚才那强多了。先待定吧，先待定。一腾，一腾。他说话喊的没我们说话声大。还有一位，谁？有点实力。哎，这行啊，但他高频容易被他们的高频吃掉，需要一个低音是吧？对，得要低音。他是罗一舟，罗一舟吧，罗一舟可以。再来一遍，你俩再 PK 一下，我看淘汰的，再给一次机会。你大喊苹果苹果，你大喊葡萄葡萄，你就苹果苹果苹果，你就葡萄葡萄葡萄，三二一，葡萄葡萄葡萄，你是苹果。男人是得有时候输一输。我输了，我输了，在吧？我输了，不要再消耗实力了。他是有点听嗓门小，听着听不懂话呢，这脑子不太行。不是你说的。我们来上场吧，上场。好嘞，开猜。猜不出来我。大家保护好嗓子啊，没必要太用力哈。没关系。来，开始。五六七走，是谁那边的雨季？过，下一个，哥吧。你这该死的坏人，你这该死的，哎呦，一二三，你这该死的温柔，掐死你的温柔，泄气，掐死你的温柔，你这该死的温柔。过，下一个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在走啊，哎，从北走啊，天在呀，茫茫啊，茫茫啊，天上的星星在走啊，人在呀，人在呀，茫茫啊，河向东流啊，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在北走啊。那猜出来，他叫名字叫什么来着？好汉哥，好，好汉哥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最帅民族风，唱回家看看，唱回家看看 ，yes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失恋阵线联盟。哇，乔三哥可以啊！你嗓子可以吗？五六七，向天空大声的呼喊，说声我爱你，像那流浪的白云，说声我想你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。说声我想你。Yes，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重启，他这么奇妙。别跟女孩聊天了。不会，这首肯定。三二一，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重启，多么奇妙的奇遇，翻越过千面山体，而穿着白衣，绿光在哪里？绿光在哪里？绿光 ，yes， 还有一分钟。死了！春天王，你看，小酒窝，春天，小酒窝，你总是心
子。哇，时间到啦！山哥，你耳朵可真好。山哥，山哥，你耳朵真不错呀，山哥。你们这边越使劲，他们越使劲，你们对着来，肯定过了。恭喜各位成功啦！沈月呢？沈月没来啊、哦，在啊。你换了一朵玫瑰花了？嗯，没有刺。他的四个刺已经被我拔掉了，因为他不需要他保护他自己，我来保护他。哇，你好暖啊！真是，我不会把它单独的放在星球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喜欢的午餐时间。耶、yeah, ，终于到吃饭了，好饿，直接吃饭。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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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、啊，这是做甚？想吃饭的话可没那么简单，要先完成我们的午餐游戏，没有统一答案的不默契挑战。现场出题，衣服俱乐部成员写出答案，并在同一时间公布。全员答案不一样，计算答对；答案相同，计算答错。答错将扣除三道菜品。完了，都得不一样。我的天哪，全员不一样，太难了呀！这感觉到这个高考了。把菜品上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好吗？先看菜品。哦，这个好。婺源菜品无素不互，无荤不争。这道菜呢叫做婺源荷包红鲤鱼。这条鱼呢是来自我们江西特有的养殖鱼类。据我们的《徽州志》记载呢，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。哇，竟然有红鲤鱼，红鲤鱼，红鲤鲤鲤鲤鱼，绿鲤鱼，红鲤鱼。这是真的鲤鱼吗？那不然呢？婺源护豆腐，鱼干椒鲜鲍鱼，婺源月牙饺，酒香熏羊排，蛋黄焗青蟹，粉蒸鲫鱼包，肉末黄玉参，国宴鸡豆花，大张山干香小河虾，婺源萝卜饼，本地辣椒壳蒸排骨，咸肉碱水粽，原味鸡汤冲炒米，三椒冷水糖鱼。哇，那个水煎包。阿姨，往这儿端。那个好吃，这里阿姨端错了，端这里来。阿姨，水煎包端这儿，谢谢。阿姨，是我洗的干儿子。烦的就是你。第一个问题，高叶的哪个瞬间是让你觉得最有魅力的？哦，这一次有机会了，家人们。有机会了。我这个肯定不重复。我不能重啊。我这个绝对不会有人重，我也觉得我这个绝对不会。重了，我把板儿吃了。你想的什么？我来写。我想看你吃板。三、二、一。下楼梯。下楼梯的瞬间有魅力。下楼梯瞬间有魅力，真的。我就看他那个戏，好几次下楼梯那个劲儿，我特别喜欢。哦，要是杨迪下个楼梯，所有都垮了，滚下来的。谢谢迅哥，我觉得是吃饭的时候吃得很香。来，各位，你们先挑画作吧，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吃饭。好逼真的一幕，刚才，等会儿，吃饭呢。哎，你们要不要青稞饼啊？好好吃，很能干饭，很有魅力。我现在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每瞬间。哇！还好我改了，差点儿吸了变身气球的那个时候。不是，不是，是的。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我终于有惊讶的声音了。你竟然喜欢那一瞬间？嗯，有魅力。独特，宝哥写了个好容易重复的。说话的时候，是幸好你是变身之后，还好我变身了。说话他的声音是最有魅力。谢谢宝哥。我写的是玩具熊被我抱走的时候，我当着他的面拖玩具熊，他非常努力的在挽回，我先把他拉过去，管他的。他一直在这儿啊。这熊也太爱重了吧。太有魅力了，他挽回的魅力。我写的是拍戏的时候，也好容易重复啊。笑，
哎呀，这个更容易重复。谁选的笑啊？谁选的笑啊？我。我差一点跟你重复了。我们有默契。我们这个是考验没有默契的，姐。我们现在的默契是不一致啊。走路的时候。走路。对，走路。这行行，这确实是这个对。我驼背，哎，就是那个驼背有魅力。是我爱那种驼了一些责任在肩上，全身都是魅力，没有魅力的。啊，我到我了，做梦打架把自己打醒了。啊，这有魅力，被自己征服了，很飒，觉得自己非常可爱。对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此题成功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第二道题，你喜欢杨迪的哪个点？哇，好容易重啊！这个好容易重啊，什么幽默搞笑？怎么，迪哥只有这么一点优秀的地方吗？要发散，朋友们。迪哥，让我看你一下。你看一下我好多个点，让我看一下。嗯，是不喜欢迪哥哪一点是吗？喜欢迪哥，怎么这么大仇恨呢？怎么还擅自改题呢？是我没听清啊。不喜欢我哪一点？思绪如泉涌哈。他写了几十页的论文，一会儿发给你。答案公开吧。三、二、一。我喜欢杨迪，话少一点。我喜欢他的矮子功。我写的遮瑕，我写的是我喜欢迪哥衣服上的污点。那我这应该觉得我喜欢迪哥帅气。他本来缺点的时候啪啪啪写满了，一说是优点，帅气。我喜欢你的这个敷衍的这一点。我喜欢他，让他离我远一点。就是要爬过来，但是我赠了一朵玫瑰在上面，离我远一点啊！我这个应该也不会有重复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看看宝哥写的什么，吓死你！大小眼绝活，我喜欢他那个眼睛肿的时候。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，我这是故意的。他那个红眼睛肿起来是非常招人喜欢的，就是你眼睛肿了特别好看，就喜欢我长麦粒肿，我以后多长。我写的是我喜欢迪哥有神的眼睛。哎呦，有神的眼不一样。我好害怕你们都在眼睛上做文章。我也喜欢迪哥肿起的。脸，哇，差一人儿，哎呦，真的，哇！因为迪哥平时的脸是尖的，他早上起床的时候脸是圆的，特别可爱。老师们，你们要撤到哪道菜？撤掉哪道菜？对，延期答题失败了。要不要把胡豆腐撤掉啊？为啥呢？我一人看到这个字就难受。有啥难受的？你要相信你自己。要相信自己。当然。那我不吃。请撤菜。请听题，最常用的一样化妆品，请作答。化妆品，好，我要写个巨冷门的，我这个肯定不会投。哦哇，这个好难。最常用的化妆品，哎呀，这个总容易重啊，感觉这题有点危险。哎，那些工具算化妆品的吗？算的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那种修鼻毛的那些。算啊，肯定算啊。那你快写吧。我写一个绝不会重复。写好了。写好了，那你的。
你这个很容易冲。真的吗？你首先要知道，这里有一些朋友不一定很了解化妆品，他能写出来的可能就那么几个，很容易，很容易冲啊。我没写遮瑕哈。你没写啊。三二，我写完了。一，好，一起公布一下答案好吗？永胜你先说一下。爽不爽吗？漂亮，可以。对，粉底发际线粉，我喜欢用阳光晒太阳晒黑一点。哦，好看。哇，这个绝，这个肯定不会错。香水，口红，眉笔。哇，眉笔差点我就要写眉笔了。是吧？嗯，但我写的是实话，我最常用的。迪哥，唇膜。唇膜。唇膜。唇膜是什么东西啊？嘴唇的膜，面膜。有的有唇膜啊。化妆的时候一定要敷一个，对不起，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。化妆的时候一定要敷一个唇膜，然后再打底，化完之后把唇膜拿掉之后擦嘴。对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是吗？是。对啊，真的要用。我没用过。真的要用，我现在就想用。化妆师，烫睫毛器。睫毛器是电器吧？贾玲姐，我必须要普及一下。哎，这都跟我的美妆课一样。烫睫毛器它就是一个化妆品之一，它等于是睫毛夹的升级款和那个不会伤害睫毛的款。哦，而且这些东西只能在化妆品店买得到，别的地方真买不到。对，别去五金店买东西了，去化妆品店买。贾玲姐，五金店都买不到，拿个扳手在那夹，你看你夹夹睫毛夹的。宝哥，好看，就是快要过期的化妆品。哦，节约嘛。节约，对。宝强哥的一个化妆品都说不出来哈，他只看时间。这道题失败了，大家撤到哪个菜呢？我们把羊排撤了吧。啊？哎，把那个茶香虾撤了吧。我先撤了啊，我叫车到的。那个豆腐吧。哎呀，鸡豆花其实还挺好的。原味鸡汤葱炒米，碱水重撤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道题。沈月看上去是学什么专业的？请作答。七，这个容易重啊。六，写点冷门的。五，但是也别太离谱啊。四，三，我写完我自己都笑了。二，我也是。一，好，一起亮出答案。永胜，你先说吧。那土木工程系。土木工程系的。土木工程系非常好，多接地气啊，土木工程系，而且就业率极高。我写的是火箭科学。火箭科学。哦，发射火箭的。因为他叫沈月，他要上去审视月亮啊。是沈月呀、审查一下月亮。沈月，所以是做火箭的。合理，很合理。合理。我写的是服装设计。合理。太合理了，因为他的衣品很好。对，衣品很好。对，我写的是跳高。跳高，你这个过分。就看起来很灵活，因为他之前不是扮演那个青蛙的时候跳得特别厉害吗？月月跟完大嫂倒退着跳一步。哇，真像是青蛙。我选的是，它是美容，美容美发，美容美发。我写的是开挖掘机的，开挖掘机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对，我写的是我自己的专业 B-boy。 B-boy 唱跳，但是这个专业到他那就是 B-girl。 有兴趣吗？有兴趣，以后教你。可以。来个托马斯。托马斯大业。物理有原因吗？没有原因，纯为了赢。我写的是幼师。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。幼师开挖掘机。我这个是厨师。厨师，哎，也行，合理。月月会做饭吗？肯定会。会。你看，会但不好。会但不能吃。那你最擅长的菜是什么？最擅长的菜。方便面。煮拉面，煮方便面。纳西风味烤鱼。这个有点大呀。我让他随便说一个，没想到要说到这么极端。纳西还是纳西风味的烤鱼。我下一期必须吃到这条烤鱼。恭喜大家，请大家开心吃饭吧。好的，吃饭。
哎，你们不是喜欢吃这个吗？那个热的。哦，好嘛。月月，吃羊排不？哇，这个好吃。柳枝炊这个羊排还可以。来，我们游戏成功了，来，干杯。大家抢答，各自为战，积分最靠后的要继续保留现在的穿着。要保留到什么时候？保留到这期结束。太过分了，仔细想想能不能忍受，好像可以。还可以啊，还很遮阳这个。宝强哥可能要穿这身，我感觉。哈，谁呀？你。觉得呢？给我点机会好不好？杨迪，你知道你尽量别说哈，别老抢答。我不知道什么游戏呢。其实规则很简单，就是看图猜艺人啊。还好吗？就看图。他说是看衣服猜，肯定是。对，没错。大家凭他们的穿着去猜测这个人。这一盘应该卡血腥比较占优势。我盲猜一下，有李诞，就是一个去头可食，西服，一个蝴蝶结。对，李诞身形很好。第一题，来吧，三、二，黄渤，杨迪对。啊，你不要再计分了，好吧？你的分太多了，你说你不想换衣服？对呀、啊，你太牛了。有杨迪不知道的事情吗？好下把我给你们。他天天上网做功课，而且他知道该查些啥。而且要不然他能到第四季吗？那些人就是因为答不上来淘汰的，是吧？对。下一位，我来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天哪！哎呀，这么眼熟，你看那个脖子上那个配饰。谁呀、啊？王一博、蔡徐坤、陈立农、鹿晗。看我，这是谁？看我。杨迪不是，都演成这样，他们啊，我知道，那个，我们不是我们的人啊，好，不是，啊，这你是我的神，那个是海星，我都没想到，我跟大家一起猜，我也在出戏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个是海星呢？因为海星姐当时在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欧豪。你是我的神，他就这样子。哦，他那个衣服我特别眼熟。哇，你这太牛了！大家别难过啊，你们也会有机会的，未来都上网嘛。好，下一位，他的衣服也是蛮有特色的。这次我要抢。来吧，抱歉了各位。王心凌。我的。王心凌。杨迪，你真是综艺王啊！你综艺百科全书，你们都在前面坐一排，我在后面这么徘徊，这样显得我的那种碾压感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，孙俪。孙俪。孙俪。错。蒋欣。杨迪，对了。真的假的？衣服你都认得出来，这华妃的衣服呀！不让本宫放肆，也放肆多回来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子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杨迪如果说错一个，他就扣分为零，好吗？重新开始。对，因为他跟我们起点不一样。对，要不然不公平，杨迪就得扣分。可以，不是。这个蒋欣这个衣服很好猜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们出了问题，是不是啊，观众朋友们？下位估计又是拼大家语速的时候了啊，肯定大家都熟，给他们的，那就给他们的。哎，给你金凯，给你，我没有。这谁？该不是新人？谁的歌名字都送到嘴边了，我真服了他们了。梁咏琪、秦海璐，错。陈绮，我是陈绮的那个红色的，谁喜欢穿？刘敏涛老师，对。
有一个好了，我觉得他是他。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？等，请问这是刘敏涛老师在什么节目里面？卫视有一个晚会。旁边是韩雪，还有那个……哎，你怎么来得及看呢？就很红啊！你问了，我答了，满意没？佩服，敬佩。好，下一位。背景是刘青云，不是。但是后面那个人很奇怪，谁在他耳边给他趴着啊？啊，什么什么我爱我家，比较早之前的电视剧，这应该是比较早的电视剧啊。我要看后面那个是谁。张一山、王晓明、邓超、彭于晏、刘亚金、错。来，我们公布正确答案。这谁？杨千玺，《奇迹》里边的。对，一个小孩哦。我别挡你们啊！公平，别挡你们。宝宝，你要低一点。太往前了吧？我得抢答一个，分这么低，接下来。郭丽，我先说的啊、哦！宝强答对了。哇，高兴的要命，真不容易，咱答对那题。嗯，都知道。来，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得分啊！别公布我的了，没事。第一名杨迪4分，那杨迪到现在也不过4分而已。对。宝宝1分，沈约1分，其他人都是0分。可以，下一位。这谁啊？这是舞台皮裤红一个啊啊！那个唱泡沫的邓紫棋。你看他穿皮裤，看了皮裤就邓紫棋。汪峰、蔡依林、那英、汪菲。汪菲是谁啊？王菲。皮裤都被你们猜完了。华晨宇。我也觉得是华晨宇。错，啊！我直接给大家公布答案吧。李宇春，你选的照片还是个他戴墨镜的，打了一层码，又是一层码。你其实就拿这张，他们也猜不出来。下一位。哎呀，那个雨神，那个小李。你什么？张杰。杨迪答对。你坐下，你别玩，你坐着吧。别玩了，让我都没对手了。这一季，那上一季的对手是谁？周深啊，他们贾玲姐他们都还好歹上会儿网吧。来继续翻，汪峰，咋是汪峰呢？宝宝加1分，汪峰，哎，猜汪峰老师得皮成这样，对，这种皮出来的。下一位，这全部是皮货啊。迪丽热巴、古力娜扎、邓紫棋，答对 ，yes。为什么？主要其实是看了一下。下一位，这是一个，这谁瘫坐于此？我是真看不出来，李诞。李诞，答对。我就随口一猜，就是看到这种帅的衣服就往李诞猜就是了。我盲猜一下，有李诞。下一位，李诞，不是，徐峥，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无人区里的啊？对，徐峥，宝宝答对了。这么帅的照片你能猜到，你也是可以。我看的不是你的帅，我看的是底子他玩的土。哎呀，我想多了。下一位。哦，我知道，张柏芝，宝宝答对。哎呀，可以。宋小宝，宝宝答对了。我知道。哎呀，黑雪公主。现在宝宝和杨迪打平了。啊，打平了。好，抱歉了啊。抱歉。我来了。你来吧。哎呦，能不能猜一个咱？下一位。吴京，哎，不对，黄渤，不是那个谁，李佳琦，哎，不，那个什么《爱情公寓》里面那个李嘉恒，答对，哇，卡雀青，捡漏，哦，他模仿吴京是吗？那跟吴京好像啊，那个，我的镜头在哪？
下一位，高叶，应该不是，不好意思，高叶，卡秋青回答对了，他说应该不是，我补的，没有没有，我先说了，他要反我，卡秋青感觉有点崛起了，好嘞，这是啥？就是那个跳高运动员叫什么？他是跳高运动员，跳高的吗？不是跳高吗？仔细看他身体上的字，衣服上的字。杨迪答对，卡雀青又答对一题。啊？你还在答？没有没有，我看见我迪哥，我有点激动了。现在的吊车尾是张一彤、沈月蹲的最前面的两个女生。我可以给那个提示啊，可以协助一下你。好，小沈阳，小沈阳，宝宝答对，小沈阳。哎，你不是要帮我吗？你不是让他们几个吗？你忍不住哈、啊？你为了超过我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。我不超你了，不超你了，给说好了，我给你提示，你看我啊，看我下一位。阿宝，宝哥，别送小宝，就唱那个。我的送分题来啦！我的送分题来啦！杜海涛，贾玲，真哥答对。不可能吧？啊？这不是贾玲，是贾玲。是百变大咖秀时候的啊？那他啥时候这么瘦呢？真的，你还是去吧，你坐那儿挡死了都看都看不到。下一位，这，杜江，刘德华，答对。看，轻易不出手，出手即得分。你50岁以上的演员，你随便给。好，那我接下来正要找一位了，刘欢。恭喜真哥！看你50岁以上随便改，你50岁以上随便改。50岁我站起来就是，你看你得积极一点，你看你分儿咋咋的。跟年龄有关好吗？跟是不是站起来无关。好，许文强，因为我脱口而出是许文强，因为他是角色造型。是陈月。哎，这个简单嘛，这是少年。好了，年龄可以稍微下来一点啊，稍微的这个下来一点。对对。好，我们最后两道题。其实现在还有谁有危险，他们应该去比，他们俩就你们俩比就好了。完了，我要穿这个衣服穿到这局结束。准备好，请看。啊，孙俪。不是吧，这是个男生。男生啊，我真的徐敏浩。什么我沈月答对。我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看那个戒指，就是你今天身上戴的那个、真的是、这是你，真的是啊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戴了那个头饰？啊，因为是签售会的时候给的头饰啊。一头没事，一头你穿这身很好看。对，我也觉得它可以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最后一题。这是那个，我再给你机会，张译，这陈思诚，这陈思诚，什么陈思诚啊？王宝强，沈月答对。这明显的，这是。多经典的照片啊！这是士兵突击。我虽然很喜欢看士兵突击，是因为有段时间就觉得士兵突击很像一部偶像剧，就我觉得宝强哥演的那个许三多那个角色很像一个偶像剧的大女主，然后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在为他服务。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？对对对，就觉得一直被宠爱这样的。哦，你说我一直被他们宠爱。然后那个角色又一直就是自己很坚韧，一直在往上生长的那种角色，就找到前行的动力。对对对。现在倒数第一的是一彤，很遗憾只能保持现在的服装了。好，服装了。好，可以挑选衣服了，就是我们随便挑了。我挑这个，我喜欢红的。哎，我喜欢这个校园风。这个是红的。我选一条裤子。